众继续故伎重施。唱歌的对象从萧敬腾、欧阳娜娜这样子知名歌手变成我们敦化国小合唱团的孩子，而我们的校长、我们的台北市政府不知不觉还是成为媒介，还是刻意放任，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而进学校拍摄的时间就是在今年的1月12号，这个时候的市长是谁？就是蒋万安。蒋万安蒋市长身为蒋家第四代，过去他的阿公、他的阿祖蒋介石、蒋经国是被中共打到落花流水，从中国大陆跑到台湾来，还宣誓汉贼不两立。现在曾孙子当了市长之后，对于中国的统战居然这样子开大门吗？让中国长驱直入吗？来对我们的小孩进行统战吗？这到底是台北市政府的怠忽不作为，还是刻意配合？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惊吓，也非常的愤怒哦。